早安，先生。早安，呆呆。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诺菲，我今年32岁，我的身高163公分，我的体重59公斤。我从印尼西爪哇来的，我的县立高中毕业，我的信仰会教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。我以前在台湾工作5年，做家事、扫地、拖地、煮饭、煮菜、洗衣服、晒衣服、烫衣服、照顾阿妈。我喜欢去香港工作，因为我要赚钱，帮我的家庭。我不怕靠，我不可以吃猪肉，但是我可以住猪肉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太太，拜拜。